大家好，我是哈士奇宇，出生在富人家庭。大家好，我是猪狗当，出生在普通家庭。我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狗生，我每天有吃不完的高级狗粮和各种玩具。我由于饥饿，成天只能翻垃圾桶。来吧，接下来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主人的别墅，以及我居住的环境。我可以去吗？哈士奇爷爷，可以啊，你跟着我过来啊。喏，这里就是我主人居住的别墅。哎，你好像不能进来。我一看就不是那种有钱的品种，我走了。你等等我，等等我，我先去找管家。主人今天不在，由管家照顾我。现在主人不在家，你就由我来照顾了。每隔一段时间可以来我这里拿取狗爪币和满满的狗粮哦。不、哦，我的狗粮是那个，嗯，好像蛋糕哎，满满的一整盆。我的主人给我留了大骨头，还有牛奶。哇、哦，餐桌上面的食物好丰盛啊！草莓蛋糕，那个是甜甜圈吗？身为一条哈士奇，肯定是要去破坏沙发的。沙发在哪？我还有飞盘可以玩。看这样的装修环境，我的主人应该是一个大美女。把这些沙发都挠破，桌子上还有一瓶大可乐。这是主人的床吗？好香啊！那么猥琐，我再去二楼看看，还可以领取狗币吗？哦，需要60秒之后去二楼。嘿嘿，我锻炼自己的身体，哥哥。啊，好香！这里还有6张沙发，给他拿破。再到床上撒泡尿。给管家找点事做。嗯。我在这边锻炼身体。好了，兔狗当，我来了。嗯、我给你说好吃。
他们吗？好家伙，咱们俩可以一起玩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是一只黄了吧唧的金毛。走，一起挠沙发去。好，没问题。看，餐桌上这么多吃的，赶紧吃，搞破坏。快去挠沙发。客厅在旁边。这沙发好可爱。这里，快。